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。One love 的搭配，很均衡，而且反手的速度很快，同时正手有很大范围的照顾范围阶段当中。3-1。一的领先。2-4 3-4。4-0。非常规的回球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还是要多准备一下。好的，6-5。我调动做的要比开局啊更好一些。机会，拉住。5-8 9-5，也是比较出意料的，因为这个球发的比较转。9-6。来球的质量和速度后，形成到多板数的相持阶段，马龙和王楚钦的这种落点变化。好，来看双方的第二局。Love 1。1-0。周启豪和于子阳的半出台上手落点一定要给好啊，因为现在我们看马龙和会强压。一旦被马龙和王楚钦强压出来，这个球就第二。拉起来。3-3。哇，好球，给出质量这一板呢，掰开斜线，威胁非常大。马龙的发球。5-6。7-5。哇，正正守卫补位，而且是给了一个补寸。6-8 7-8，有被对手反拉回来的风险，还是坚定这样的落点。8-4。8-8。9-8 踢了一板短。11-8
好，来看双方的第三局。One love。Love two。哇，好威胁啊！稍微这种质量平一些的话，我们看周启豪和7，而且衔接的很快。3-8，前三板就很难让马龙和王楚钦去形成再转攻的局面。8-4。哇，漂亮的情况上来看，于子阳和周启豪现在更定，发力的这种感觉要更顺一些。不利的局面了，无论是第三局这一局的胜负关系，还是为了下一局做准备啊，一定要拿回前三板的这种主动权，觉得有一些被动。10-6。One love. Love two. Love three. 手的稳定度上啊，和一些这种质量的提升还是做得不错的，几乎可以做到。4-1。要啊躲这个球，什么时候去补位，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。9-4, 4-10。11-4, game to 马龙王楚钦。的基础上，
有了一些高质量的上手，也是。这是一个回球。反手有一些过度啊，控一些落点，效果会比强行侧身用正手更好。5-4。我的天，好球啊！节奏和力量落点的综合型的这种搭配上的处理。暂停回来，4-6。5-6。底线的中线台中的位置。7-5。王楚钦可以寻求一下自身的主动上手。和双打当中呢，林诗栋快慢3-2战胜了王楚钦孙颖莎，第二场的混双。